欢迎光临美式咖啡第二间八八折哦，两罐吗？有证件吗？带包提醒吗？阿伯，你圣诞节，那个爱帮我带来处理。嘿，你先不要乱按，先卖暖气，等我一下。他叫什么？没事嘛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把那边解一下。你这边要用发票换吗？啊，你这个就要十月的十二月才开始换。嗯，好，那我先用现金买酒，谢谢。这边领货吗？包裹后面三码，381。小轩，那个顾客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可能再帮你找，因为我们现在包裹有点多。对，这家要什么？三颗冰块吗？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做三颗冰块，就是去冰，或者正常。那你去冰的话，我们那个饮料会比较少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你稍等我一下。那缴停车费吗？你这个都过期了哦，我等下帮你处理好不好？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包裹在那边，我帮你找到。对，那你等下在哪挂机？对，店长，我那个货物还好，我今天8:30要换班。嗯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的冰美式好了，谢谢。谢光临，不好意思，口罩戴好，外面帮我扫10连支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有听到吗？我现在要讲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后面的门帮我关上。注意，我在讲话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健康操比赛居然输给了11班，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师不是说很在意名次，只是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没有拿出来，因为我们的实力不只是这样。我希望你们自己去。我在讲话，你在吃东西，搞什么鬼啊？站到后面去。我说你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老师不是很在意名次，只是11班老师在办公室有跟我说，他们得到第一名的时候，老师是强颜欢笑的，因为老师觉得我们实力是不止这样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们，等一下我再签，你先拿到旁边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先下课。谢谢。